会上，用希伯来语，也就是犹太人的语言，向以色列的粉丝示爱。对这件事情觉得很不满的网友，就向主办单位放话了，最好是取消这场演唱会啊，因为呢 ，Bruno Mars 不管他来还是不来马来西亚，我们都不会变穷的嘛。那往日舆论发酵之后，数码统计社群平台组织 BDS 也顺着这股风对美国乐团天王 Bruno Mars 亮下狠话。那要么你就赶紧为巴勒斯坦发声，最好是表态支持巴勒斯坦，否则以色列的暴徒不然就别想拿下开演唱会了，你会被全面抵制。那这个组织认为 Bruno Mars 公开支持以色列，对巴勒斯坦人民遭受的种族灭绝事件可能放大，会一直抵制 Bruno Mars， 直到他愿意为巴勒斯坦发声为止。那过去几天呢？其实抵制 Bruno